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那本周的台服更新的情报呢？第一个啊，这礼拜是限时的精选词哈，主要的角色里面有古伦德、紫风、殷建平。假设你是拥有古伦德跟紫风的人，那你这次你去抽这个卡池啊，抽到90抽保底的话，或者是说你首个中了绝品的阴灵，就一定是你没有的那一只哈。那假设说你是这个三个角色有两只没有，那就是呀，就是各一只选一个哈，这样大家知道吗？也就是说你有古伦德的，有没有殷建平跟紫风，那你就一定会中其中一只的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一池的三只都很值得抽啦。我觉得如果没有殷建平的人，我觉得你可以抽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好，再来一个是堆金机遇啊，对不起，先讲这个十字系第八章开启哈。我还以为这礼拜会开规征，新的规征的章节，结果没有。好，再来是堆金机遇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超值礼包银魂异灵盒。好，就看大家要不要啦，这是多少钱？870块哈。魂石自选箱 ，OK， 我应该是不会买，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值得。不过银魂这个啊，会再多送一个210的十字金啊。好，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次的卡池，我觉得这次的卡池三只角色都还不错，所以看大家，我是建议可以抽啦。如果没有殷建平的人，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哈。好，那喜欢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，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